嗨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帮你安尼用用俩手安尼哦，是要放松啊，好朋友就对啊啦，啊，谢谢，定定来吼，啊，看我们的节目，大家拢看较熟悉啊，熟悉，对对对，我台下哦，好多朋友都是这样子，哎，看过吼的长文尊小姐吼，啊，做一下好朋友，哦，啊，留一下 FB 的安尼吼，啊，加一个安尼吼，啊，冲个人数安尼吼，哎，听讲我这点阅率嘛安尼吼。冲到几万了？没有吗？没去看的吼。我嘛无注意看咧，但是吼，我拢有听到风声啦。哦。诶，像伊头先讲的啦，璇璇呐，我们的君君呐，哦，拢真正得人疼咧。大家拢学了敢会得志？迄行到底学了到底什么啦？什么代志啦？哈哈，卖对台。阿妈啦。你卖得当？你大大来，你听我讲完吼，你就了解。啊，你听我讲完，你就给我查咧。嘿啊！你莫爱甲咧，比我有麦克风较大声，真好。哦，甲你讲啦，阮五百咧挑选，你甲看麦。哎，五百，你咧姿势是甲做歹个。你是咧看相啥啦？不是啦，伊咧摕一个杯仔安尼夹是代志吼，唔知是做神咧，人咧拜天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哎，大家家己去想安尼啦。哦。哎，你姿势无水，还是看我这边较水安尼吼。啊，你有要搁听啥啦？你除了翻杯，搁有别条无？无，那是人客有有要听白条。啊，头先毋是唱过啊吗？哈哈哈！头先唱最甜蜜一面，你无伫遮吗？反背有国语版哦。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哦，再给我一次机会是国语版吗？了，哎，你有吃？没有，不是你有吃过？不是，他不是吃货。哎，你有听过吗？国语版。国语版嘛，有这首歌哦、喔。我唔爱听咧，我拢听台语的较济。我这首歌有来，我拢听台语的较济安尼。我现在在大陆翻版的。哦，大陆翻版的哦、喔。我看到。什么啊？啊，不不不，名字叫什么？再一次爱我。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跟你讲吼，我倒来学咧，明年来。阿罗啦，你卖甜啊！我伫咧幻想伊个歌名，讲着是。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啊，所以你也知啊？有确定吗？红音版本。Are you sure？ 红音的，国语版的啦，大陆版的啦。机会。阿伯，赶快拿这把。真的爱我无所谓，你靠了一点。谁啊？我给你机会。你卖安尼好？哎，无啦，咱无限可能，名字可能讲错啊。哎。朋友共同的陪伴吼，咱看到这部在做，嘛需要大家互鼓励。啊，恁
个龟肝甲鸡翅吼，我就感觉我就足满足的啊吼。安尼讲清经的啦，肥水不落外人田。啊，若有需要咱这个工作这部找广告牌就可以啊咧吼。咱精彩这部带动轻轻松松，祝大家今年在不只是人拢中意的卡，若果有收听绝对有保庇，拜拜大家信心加心意，拜拜有信心，祈求咱的北京天天上帝的面子真实。